原来电影中是这样化妆的，第11期，今天挑战把我化成大象。首先用铁丝在涂膜上制作大象耳朵，上面涂抹一层面粉和刘华主角的混合物，干后上色，耳朵就制作好了。然后制作脸部，还是用到面粉。上妆先戴耳朵，粘贴边缘，粘贴脸部，粘贴象牙，粘贴鼻子，给脸部上色，整个的涂满。给大象画个烟熏眼镜。觉得可以打几分？你猜大象鼻子的假皮是如何制作的？